欢迎收看 How Living 美味生活，我是 Kitty。 你喜欢吃炸鸡吗？今天呢 Kitty 要示范一个非常低脂又健康而且香脆多汁的懒鱼炸鸡。我们呢用无糖玉米片还有烤箱就可以完成这道非常非常简单的炸鸡哦，让我们一起来看怎么做吧。我们将鸡翅呢撒上黑胡椒粉、盐、蒜末，好，轻轻的撒在鸡翅上，让鸡翅有一点咸味。好，再把原味的优格轻轻的涂抹在鸡翅上，腌食5分钟。好，再放旁边备用。这时候呢，我再把无糖玉米片放在密封袋中，用擀面棍或是酱油瓶轻轻的压碎。把刚刚腌好的鸡翅放到玉米片中。把密封袋封起，我们用力的摇一摇，轻轻的再压一压裹好玉米碎片的鸡翅。那这个步骤呢，它可以让玉米片跟鸡翅可以更紧密的结合哦。那我们再把鸡翅放在烘焙纸上，以220°C 烤15分钟。哇，好咯，我们今天烤好的鸡翅是不是就像炸鸡一样又金黄又酥脆呢？大家喜欢 KT 介绍的摇一摇黄金鸡翅吗？那么就要记得订阅我们的美味生活频道哦。